嗯，下面啊，咱们要来说的是一个在机器学习当中啊，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叫做 XGBoost。 这个差值 Boost 啊，先介绍一下它这个背景吧。差值 Boost 是什么？首先来说啊，它是一个提升算法。在咱们之前啊说那个集成算法的时候啊，是不是说我们集成算法当中啊有一步叫做提升？而且呢，提升是什么？提升算法、啊、它是一个并行去做的。咱们之前大家来回顾一下吧，我们讲过什么？讲过随机森林吧。我说随机森林是什么？我可以并行的构造一棵树、两棵树、一百棵树都可以吧。 第一棵树跟第二棵树没关系，第二棵和第三棵，第一棵和第三棵都没有任何关系吧？也就是说啊，每棵树啊，我都可以独立去构造它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那这个查理布斯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查理布斯啊，它就不是这样了。它要做啊，先给大家形象概述一下，它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嗯，我要先构造出来这么第一棵树。 然后呢，第一棵树啊，它有一个表达效果，比如说啊，当前有一个损失什么样，损失啊，或者说是一个目标什么样。然后呢，这是我构造完第一棵树了。那接下来我要构造第二棵树，在我构造第二棵树的时候啊，我就得想，第二棵树还能像随机森林似的直接随机进来就完事儿了吗？这就不能了。我们一定要这样，就是串行的去做，先做好第一棵树，然后呢我往里加第二棵树。 加的第二棵树啊，它就有一个说法了。我们要保证一点，就是加进来的这个第二棵树，它要干什么？它要和第一棵树组合成一个整体。那既然它俩要组合成一个整体，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原来啊是一棵树吧，现在两棵树的一个效果。 一定要比之前一棵树的效果要好才行吧？要好才是一个提升。那你说你随便加进来一个可以吗？随便加进来一个，你就不知道啊，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了。所以说啊，在这里我们的要求是更严格了一些，我就不能随便的加进来一棵树，而是说呀，我要有一些选择的策略了。那这个选择策略怎么选呢？ 这个就是 XGBoost 的核心，XGBoost 当中啊，从我算法角度来说，它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儿：怎么样去在当前的模型当中再加进来一个模型啊，再加进来一个基础模型，使得它们组合完之后的效果要比之前啊那个模型要好。这就是我 XGBoost 的一个基本思想。 然后呢，这个查理 boost 谁写的？这一点啊，值得大家骄傲啊！查理 boost 是国人来写的，一个叫陈天奇啊，他是我对这个人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我看过他的一个演讲啊，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到他这个演讲，啊，觉得也是非常精彩的。他不光是发明了这样一个算法，并且呢，他把这个算法付诸于实践，做了一个库，叫做查理 boost。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查理 boost 的算法，也可以用这个库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在这个算法当中啊，我们来看这个算法啊，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算法啊，它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啊，咱们先说有这样一个集成，比如说啊，现在，嗯、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现在一个人愿不愿意玩一个电脑游戏？ 然后呢，有男孩，有女孩，还有妈妈，有奶奶，有爷爷。那他们各自有多大的可能性去玩呢？在这里啊，咱们最终要得到什么？我最终啊想得到一个得分值，比如说多大，就是得分值越大，意味着可能性越高吧。所以说啊，在这里咱们来看正二、正零点一、正零点九，这什么意思啊？相当于啊，最终的叶子节点是一个得分值。那比如说现在呢，我想看这个小男孩。 他喜欢玩电脑游戏的得分是等于多少呢？在这里啊，是不是说我构造了两棵树啊？有一个除一，还有一个除以二。然后呢，我怎么看啊？咱们之前啊都是去取平均、取众数，在这里啊要算什么？因为我是串行去构造的，要把模型都组合在一起，所以说这里怎么办、啊？我们进行一个加法的操作，第一棵树的结果再加上第二棵树的结果，就是当前的一个总结果。 那这个小男孩啊，他的一个九等于什么？等于二点九啊，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得分值。那对于这个爷爷辈儿呢，他是不是也照样啊？这是负一，1, 这是零点九，能得到一个值吧？那这个啊，就给大家说了一下，在我 XGBoost 当中也是一个集成，只不过说我的集成是一个串行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XGBoost 和随机森林它本质上区别是非常大的，虽然说啊，他们的基础模型都是一个决策树模型。 但是呢，他们怎么样把决策数组合在一起的是不一样的。差距一步的当中，一定是先构造第一个，有了第一个才有第二个，有了第二个才有第三个。你不可能啊，就是一和三一起去做这个东西啊，是没办法去做的。因为我要让整体的效果它能够更好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差距一步的当中啊，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啊，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概述。 然后呢，在这里啊，我们要干什么、啊？在这里，其实上我们要得到的是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函数吧。目标函数啊，在这里其实我们既可以做一个分类，也可以做一个回归。那你做回归的时候啊，预测得到的是一个值，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均方误差来去做。那如果说是分类呢，我们可以类似的那个逻辑回归去做吧。你看，这不就是那个类似逻辑回归的表达式吗？所以说啊，我们现在这里就是。 在我插这一步骤当中啊，我的目标函数，你可以去做回归，你也可以去做,做分类啊，做哪个都是可以的。那无论你去做哪个的时候啊，是不是说你最终啊，它有一个损失值啊？我们需要干什么？我肯定啊，就是说什么样的模型能够使得我最终的损失值它的它损失啊越小越好吧？相当于你要优化怎么样去一个下山的问题还是这样的问题，让我的损失啊能够越小越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优解。 那现在啊，就是我们呃，查理 Boost、啊、能做分类，能做回归，然后呢，目标啊也是一样的，去优化我的目标函数就完事儿了。那咱们来看这个查理 Boost 有什么不同之处啊？不同之处啊，在这里，这也是刚才大家说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累加和啊。那这个累加和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啊，需要给大家来去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么解释一下之后啊，大家理解起来应该会呃，就是更容易一些吧。 假设说啊，先有这样一个事儿啊，咱们今天又去了一个地方，去哪儿呢？去还是去银行吧？咱们总说这个银行，我去银行啊，还是要去贷款。然后就是正常情，就是情况下，就是银行能贷给我一千块钱。然后啊，我就是让了我的一个决策树模型去做，决策树模型去做的时候啊，然后我这里有第一棵树，第一棵树去做的时候，我们来看，我第一棵树去做的时候啊，它是不是给我预测了一个值啊？ 预测了一个值，比如说它预测到多少呢？它就预测到了这样一个九百五吧，相当于啊正常的值是一千，然后呢，现在啊我给它预测到了一个九百五，然后啊这是我第一棵树，那咱们现在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有目标，目标是多少啊？目标是一个一千，然后呢，我想，然后我当前的一个模型，不说第一棵树吧，就说、是、当前的模型。 当前模型只是一个九百五啊，那我来想，你的九百五跟一千差了多少啊？咱们一算，哎呀，一千减九百五差了五十。那差了五十，咱们把这五十叫做什么？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把这样一个五十叫做一个残差，相当于是前一阶段当中啊，我还差多少？哎呀，没有给它弥补上啊，相当于这样一个事儿。那第一棵树做完之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之前是不是说第一棵树完了，我要构造第二棵树啊？ 第二棵树怎么构造呢？第二棵树当中啊，我构造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现在我构造第二棵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不是说前一阶段啊还有一些没做好的东西啊？然后我拿我第二棵树啊再加进来，让他们使得啊他们整体表达效果更好一些吧？那你说第二棵树要干什么？第二棵树就去想了，我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之前差了五十，我把这五十给他找回来，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那你说第二棵树目标什么？第二棵树啊，它的目标就是说，怎么样能把这五十给它找回来啊？有这样一个事儿。那怎么样找五十呢？第二棵树啊，可能又做了一个预测，他预测什么？他预测呀，现在我要找五十，可能我在这里只找回了一个三十，还差了什么？还有一个残差啊，这里还差了一个二十。那这个二十怎么办呢？我大家肯定想到了，我再构造第三棵树吧。 在我的第三棵树当中啊，我要去找什么？我要去找这个二十吧。那可能第三棵树啊，它预测到了一个什么？预测到了一个十八吧。那我最终结果怎么算啊？最终结果，咱们串行的构造这些数吧。这些数都是我的模型，我要把它现在看成是我的一个整体了。在整体当中啊，咱们就可以把它们加在一起，一加二，再加上三，3, 不就完事儿了吗？ 第一棵树啊，九百五；第二棵树三十；第三棵树十八。那加在一起啊，是不是等于九百九十八啊？比之前一棵树的预测结果怎么样？要好一些吧。那这个呀、啊，就基本上是我超级 boost 啊，咱们概述了一下，它大概怎么样去做一件事儿。 那现在啊，怎么样去做一件事儿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现在我们实际上、哎、该怎么去做呢？哎，你说第二建立这个第二棵树啊，咱们是不是得有一些要求啊？怎么样使得我当我在构造第二棵树的时候，咱们能够弥补墙面残差呢？能不能够使得整体的效果好呢？这个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儿，怎么样啊，把我的决策树建立出来？ 那咱们可以想一想，决策树怎么建立的？决策树当中啊，咱们之前讲的时候，是不是说，哎呀，我按照一种方式，按照信息增益去做，信息增益大的，我把它当成根节点，然后呢，信息增益小的，我给它往下一点点去移，这是咱们之前构造一个单个的决策树吧？那在差之一不死当中啊，是不是我们要求得变化一些啊？我们选择这个决策树在构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每切分一个节点，我们得想。 哎呀，我这么切分完了之后啊，我要看的绝对不是当前这棵树它的表达效果怎么样，而是要看我这么做完之后，我再跟前面的模型组合起来，它的效果能不能比之前好。也就是说、啊，不能光看自己了，要把前面的模型当成是一个整体，把整体再加进来之后，看一下我的效果能不能更好一些。这个呀，就是我插布斯骤它的一个基本思想。 然后呢，只要啊大家把它的基本思想大致心里啊先有一个谱，然后呢一会儿啊我们可能看数学啊偏多一些，但是这个数学啊基本上啊就是给大家证明了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找到一种能够构建决策树的方式。其实啊咱们现在差什么，就差怎么按照差之一步舍这个思想去构造决策树，去切分节点啊，这就完事儿了。